重心在后腿，这条腿放正了，你看膝盖跟脚尖，胯膝、脚尖、脚踝在一条垂直面上面，然后这个腿在动的时候，从这边做螺旋在内，做一个螺旋弹起来，到这边，然后螺旋下去，螺旋起来，那个有动，力量在内。螺旋下去，你看，拧的，几乎没有动。你不要去做这个，不要去做这样，不要这样动，不要这样动，看到吗？完全动，站定了，螺旋，这个螺旋接到腰，接到手。所以你这个手起来，你们很多人在做的时候，想要去做棚，不要。你就是等它，你就是等这个力量，这个力量起来了，你看，这个力量起来就起来了，起来就起来了，起来，你看，螺旋起，螺旋落。所以你要感觉这个腿，看不到，这个腿是这样子。啊，去试试看，不要这样动，啊，好，去试试看，腿的结构不要变，力量在里面拧转。